先涂个气垫，保持就是底色干燥，然后再去涂抹口红。中间停了一会儿，抿掉一层，两层。这个颜色偏深，平时的时候你可以涂它，这颜色也特别好看。然后等到吃东西之前的时候，还把这口红吃到肚里，沾到筷子碗上，把这辐射全都擦掉。它的底色是防水防油不沾杯的玫红色。Thank you.